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新年快乐，祝年大吉，新年快乐，祝年大吉。在过去一年里，我带领学生走进浙江、北京、云南以及贵州等地村庄，希望用艺术赋能，让乡村共美，从而实现共富。今年我在北京过年，在新的一年里，祝愿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看到家乡的发展，有很多的这个名胜古迹，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漂亮的风景，所以我也真的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去跟大家聚一聚，看看我们家乡的整个发展的情况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心是与你们同在的，那也很希望真的能够尽快回到家乡去。那我们在台湾这边其实也是蛮有年味的，我们邻居呢也写着不少的这个春联，还有包含这个蛮可爱的福兔迎祥。那我相信在我们金华也非常一定非常有过年的气氛，希望呢能够很快的回到金华去看看，去那边感受一下我们的新年。在我背后的呢，这是全球知名旅游景点台北101，它的楼高有509米，楼层有101层，在整个过年期间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灯光的呈现，整个目前台湾的大街小巷也都呈现了非常欢乐的气氛。金兔报喜迎新春，两岸同胞庆团圆，在这里敬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精气神犹如脱兔，业绩薪水连三跳，一定要快乐，一定要平安，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开心哦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拿红火视频向大陆同胞、台湾亲人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兔年大吉。大陆是实现梦想的广大舞台，也期待新的一年台湾的兄弟姐妹们多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。我们2023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然后一起分享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。新年万事如意，我们的2023年共克艰难，再创新局。在兔年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事业发达。祝我们海峡两岸的朋友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兔年行大运。